这是家族旅游团。最小的团员刚满周岁，最资深的高龄80。今天第一站来到日月潭，现在先拍个团体照。这次旅行是由 Kevin 和 Tanya 安排规划，他们规划详尽，设想周到。Luisa 和 Dana 特别为他们两位准备彩带，代表大家向他们表示感谢和肯定。日月潭的自行车步道非常美丽，被 CNN 评为世界级的。现在我们正准备骑车经过象山游客中心到水社这一段，也就是图上虚线的部分。我们出发了。这一段没有栅栏，我们下车拍照，再拍一张，又拍一张，现在继续前进。这里风景非常美丽，难怪 CNN 给他那么高的评价，如果快速通过非常可惜，所以我们下车漫步观赏。眼前青山绿水步道真是美丽的景点。今天大家亲自体验了这段世界闻名的自行车道，感觉太幸福了。